我们看这一题，汤你图解这个不等式啊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把等号 y 等于2那一条直线找出来。y 等于2的话呢，这是2嘛，哦，就是它的坐标 y 坐标都是2，就这条直线，啊，没有等于嘛，所以它是虚线。啊，比2小嘛，就在下面嘛，啊，在 y 等于2的下面嘛，哦，就是 y 小于2嘛，所以是这里。所以就是这个，所以呢，就是 y 等于2下面那个区域就是汤解。